感谢陈庆宇老师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奏。各位旅行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伟哥。今天的新版本特别节目啊，将由我来担任主持人。不知道大家在 1.6 版本的海岛玩得开心吗？一直以来，为了能够给旅行者在游玩提瓦特的过程中一直能有新鲜有趣的体验，原神项目组的每一位创作者都在制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精雕细琢，对游戏的每一个版本进行反复的研究与多次的迭代。我们希望全球的旅行者都能够在提瓦特大陆这个奇妙的幻想世界中收获非常多的乐趣。而今天在经历了充分的准备后，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原神即将进入全新的 2.0 版本，新的世界区域到期也即将与大家正式见面了。相信屏幕前的各位旅行者对到期地区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就让我们跟随着 2.0 版本的 PV 不动明神泡影断灭，来快速了解一下新的地区与故事吧。正如蒙德是自由城邦，璃月是契约之都，而道契则是永恒的国度。将军大人，他以各种形式践行着永恒这唯一的目标。我有办法将你引荐给雷电将军，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个地方希望二位可以随我一同去看一下。当一个人的愿望强烈到一定程度时，神明的视线就会投射在他的身上，也可以说神之眼便代表着那个人的愿望。我师父他是被邪祟附身了吧？说起来他好像刚刚被收缴了神之眼。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缺了什么。被夺走了神之眼，也就意味着被夺走了愿望，就像落水的人一样，手忙脚乱的挣扎，还是坠入冰冷黑暗的深海。果然并不是我的错觉，来自异乡的风将为这片海域吹来新的生机。在作为神明的将军大人眼里，众生也许只是一个个生命而已。如今的道期在野兽令的推行下，民众的愿望正在被肆意蹂躏践踏，如果对这样的情况坐视不理，又怎能够安寝？接下来是我实现承诺的时候了，烦请赐教。失礼了，神力流双面，要对抗野兽力相当于要对抗神明了，做好准备的话就到花间馆去吧，那里有一家叫做长野园的烟花店，你会找到可以帮你的人的。忘了自我介绍了，祭典重现，我萧公独头大战。小心火烛，除了我们之外，还是有远在海奇河的反抗军存在的。许多已经失去或者害怕失去神之眼的人，都在海奇岛的珊瑚公会下组成了反抗组织。处理掉所有威胁永恒的因素，这是将军大人的命令。天母副行主唐家的养子，也是幕府军的大将。反抗军不会出卖任何一名同伴。仪式为什么要交给天女奉行那边来吧？久等了，我的伏兵呢？
会将你弃进神像里。全新 PV， 大家感觉如何呢？在正式介绍我们的新版本内容之前，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原神的制作团队。这是一支非常年轻，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国产团队。几年来，我们有幸聚拢了许多有想法、有执行力的同学，得以将大家的所见所学凝聚在原神这部作品中。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我特别邀请到了这支团队中的几位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将我们的一些创作风格、理念与思路分享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对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与自豪。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成员，也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团队的战斗设计师鸡哥。感谢大伟哥。那各位旅行者大家好，我是原神的战斗设计师鸡哥，也很感谢大伟哥的邀请，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好，欢迎鸡哥。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一个之前从未跟玩家朋友们分享过的话题开始讲起，那就是作为一个拥有数百名成员的制作团队，我们原神项目组是如何持续平稳地为玩家们提供精彩内容的。好的，那我就从设计师的角度来先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吧。说到团队的话，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参与过学校的社团活动，或者需要多人协作的课堂作业。可能大家想象中呢，游戏制作的大致流程可能也跟这些流程差不多。先由设计师出一个很长的 PPT， 然后程序、美术根据 PPT 里的方案，去一条一条的实现完成，最后往客户端里进行封装，然后成品就可以迅速上线了。但实际上呢，以上这种流水化的生产线其实是不太利于游戏进行创新的。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出令玩家惊喜连连的内容，整个团队包括设计师在内的所有的部门，其实我们的核心工作重点应该是放在如何设计并制作出有趣的内容这一点上的。对。那在原神，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创意的来源，然后每一个创意的实现其实靠的也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之间相互的一个理解与协作。团队的工作它当然自然有上下游的分别，但在决定创作某一内容的时候，从设计之初我们就会把所有制作环节上涉及到的同学们都聚在一起，进行沟通讨论。能切实的做到这一点啊，其实不太容易。那能做到它主要是靠着两个天然的优势。首先我们团队成员的交流频率和效率都是非常高的，那这一点在团队协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们的优势在于呢，从直接制作内容的美术、程序、IP 和设计，到负责用户侧业务的运营和市场的同学，其实大家全都在同一个办公区域里工作。那这其实是保证了我们不会出现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比如说需要远程外包和兼修之类的问题，从而导致一个意见从产生到反馈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在原神的项目组内，只要大家有任何想法，其实都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同学，或者在需要多人讨论的时候呢，很方便的就能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当面的去讲清楚。那有了结论就可以立刻返回工作岗位，立刻开工。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都秉持着一个原则，
就是有话直说，以理服人啊、相信玩家也都听过这句话啊。那原神的团队中其实有着不少的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大佬啊，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所以大家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啊、都非常的扁平、开放、踏实、务实。嗯，对。然后在沟通效率极高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大家还有着另外一条原则，就是说到做到。嗯，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素养，我们以此去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 1.1 版本，我们设计了一位新角色叫达达利亚啊，公子。对，就是公子达达利亚这一位角色。那大家其实是做了不少大胆的尝试，并且最后呢，都把这些想法实现了。嗯嗯，比如说动画师同学，他们在做战斗风格预言的时候，会想把宫斗术。近身格斗术啊、包括像俄罗斯传统的哥萨克刀术，这些战斗风格都融入到达达利亚的动作中去。嗯，那特效的同学他们会想去尝试新的材质跟 shader，那能够表现出呢，像水体质感这样的刀光，包括像流动的破碎的披风这样的一个表现效果。嗯，那设计师。他其实是想说让公子能够自由的切换武器，所以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编写一套完全为达达利亚专用的这个技能脚本和状态管理的逻辑。那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其实程序也为这个角色去重构了非常多的底层的功能点啊。嗯，就当时我们其实比较头疼的就是像啊，为什么达达利亚的披风又坏了啊？为什么达达利亚的刀又粘在手上了？嗯嗯，对，那其实这其实是我们在做原神，在原神这个游戏中做内容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我们永远可以去相信身边的合作伙伴，我们相信所有人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把我们曾经吹过的牛都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嗯嗯嗯，对。那除了这两点之外啊、还有一点就是团队中的大家其实都是货真价实的游戏爱好者，骨灰级玩家。对，然后他们对自己参与的《原神》这款游戏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啊。嗯，就冒险等级56级、57级甚至更高的人，包括像深境螺旋达到满星12-3的大佬啊，他们的占比其实也是挺高的。嗯，对，所以其实整个团队和我们的玩家朋友，大家其实是一起在提瓦特战斗的伙伴。那作为游戏制作团队中的一员，无论你负责的是哪部分的工作内容，那首先只有你热爱游戏，你热爱玩游戏，和玩家们一起并肩前行，才能从最真实的玩家视角出发来审视这样一个游戏，带来更好的游戏内容和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大家都在关心的稻妻地区吧。稻妻在制作中跟前两个世界区域的情况相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会有的。那稻妻它其实是继蒙德和璃月之后呢，第三块向旅行者们开放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世界区域啊。对对对。那在稻妻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整个团队它是面临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来自两方面的一个挑战。嗯。其实一方面是上线之后的一个内容产出的节奏问题，因为大家已经在游玩的、已经上线的蒙德和璃月的区域。我们其实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去继续耕耘这些大面积的地块，然后在上面去持续的制作新的内容。但是到了开发稻妻的时候，其实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方面我们要在保证线上持续能更新版本，然后不断的为玩家去提供游玩内容，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在开放稻妻新区域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去大量的释出可能比原先更大规模的高质量的一个可玩的内容。那这些目标其实是为团队增添了不少的压力的。可能是我们团队中可能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从业生涯当中其实是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对，然后第二个方面其实是针对游戏内容的一个整体表现，我们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跟设计。因为在以往就大家已经接触过的，比如说与蒙德的自由和璃月的契约这两个主题不太一样，以雷元素为主的稻妻它其实迎来了一个新的主题，叫永恒。永恒。 对， 对。那我们也将去根据这样的一个主题，从玩法层面上优化一下游戏内容的这样一个设计思路，然后对其进行一个统一的呈现。那稻妻的相关的区域制作跟在此之上的很多比如背景设定，玩法设计，它的启动时间可能会非常非常早。那团队中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在稻妻的内容跟我们家见面之前，已经在稻妻的相应版本开发中努力了非常非常久。
那其实比起类似的都有新探索区域的版本啊，比如说已经开放的1.2 版本的龙脊雪山和1.6 版本的金苹果群岛，那到期的规模其实是更大的，内容密度也是更高的，所以它相关的工作其实也是更耗费精力的。那针对内容的整体性，我们对到期区域想要表达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关键词的收束，例如刚才提到的永恒、雷元素啊，还有能量等等。那这些关键词呢会延伸出一系列的场景和玩法设计，但最终他们又会去收敛到这些核心的概念之下。例如谈到能量，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关卡玩法跟战斗机制，在元素能量这个概念上可以去挖掘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创造出新的战术体系。那谈到雷元素，在感电、超导这些已经存在的战斗相关的雷元素反应之外，我们还会去根据到期本地的一些特色机关和生态的特征，对雷元素的玩法去做一定的扩展。然后同时我们其实是吸取了在之前的地区的一些设计的经验，摒弃了一部分需要玩家去比如说强行使用某些特定角色或者特定的元素才能完成的挑战。对，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将这些设计改成了机制自洽，并且只需要玩家去思考使用方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机关。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去尝试通过一些玩法大幅的去改变玩家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探索体验。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改变让玩家在到期地区可以收获新的乐趣。哎，听到这里啊，我自己都非常想早点去到期地区逛一逛了。是的，那到期地区也恭候各位旅行者多时了。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口气分享这么多的想法。那其实作为战斗设计，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为玩家们提供更加有趣高质量的游戏体验。那稍后呢也会有更多的制作人员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有关到期的内容，还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新地区的开放往往伴随着全新的人文风情与冒险故事，相信大家对此还是很期待的。之前旅行者们已经在自由之都蒙德与契约之邦璃月结识了不少同伴，也对两个地区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而在海对岸到期的这片土地上也有着独特的故事与风俗，雷神治下追求永恒的国度，旅行者们抵达那里之后将有怎样与众不同的奇遇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制作团队中 IP 团队的负责人小刘浩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到期的内容。各位旅行者大家好，我是来自 IP 部门的小刘浩，很高兴的能与大家见面。作为 IP 部门的负责人，我非常荣幸能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下与大家聊一聊到期这个新地区的一些有趣的设定。说到这一点啊，我知道有不少玩家对我们游戏的世界观设定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啊。是的，我个人也很喜欢看大家对于提瓦特大陆所做的考据。我们团队的大家在创作过程中构思了很多内容，这些都会成为埋藏在游戏各处的线索。那我们的玩家去寻找、去发现这些线索并解读它们，就是在于我们进行一种怎么说呢，就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这就会让我们这些创作者获得一种很由衷的喜悦感。没错。玩家朋友们的热情与关注啊，一直是我们团队的重要力量来源。那么我们很感谢大家对原神的喜爱。那作为创作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捧出最好的成品来回馈大家。那比如说今天啊，我们就带了一些相信能够让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要介绍到期的话呢，不妨就从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茶室场景来聊一聊。那么到期城当中也有一间类似的茶室，整体的风格比较优质，比较幽静，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木漏茶室。木漏其实是穿过夜隙的光的意思。不过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氛围不太一样的是，木漏茶室它是一处隐蔽的场所，只有预约过的特别来宾才能进入，而且茶室的老板是一只包着头巾的柴犬，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太郎丸。柴犬老板，
这个很有意思啊，不是人，而是一只这个柴犬来担任这个茶室的老板角色，那沟通上应该会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作为客人呢，那旅行者喝完茶之后需要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个小箱子里面吗？是的，而且这个茶室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传说啊，所有的店员都跟太郎丸签订了某种不能言说的契约，然后他们必须就永远就留在这个地方打工啊。这个也和想象中不太一样，那个财产老板听起来非常有手段的角色，那像我的话听完就会觉得这些说法好像跟都市传说一样，感觉道奇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从都市传说的角度上来说，道奇确实和旅行者较为熟知的前两个区域不太一样。不过没落茶室只是道奇城里一个比较小的场景，除此之外呢，道奇境内还有很多比较宏伟比较大的布设，每个区域呢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设计和布局方式。我们希望旅行者能够在冒险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深入探索，去发现其中暗藏的各种故事和细节。那我们整个道奇地区是我们旅行者在提瓦特上踏足的第三个区域。在研发的初期，我们团队就拟定了道奇的主题是海洋群岛。那么作为我们七国中唯一一个完全位于海洋上的国度，我们既希望保留道奇这一个称呼所代表的地区统一性，又希望各自独立的岛屿，因为它有六个不同的岛构成嘛，能够带来与之前就是我们旅行所经历过的璃月和蒙德所不同的地块表现。不同的自然风光啊，它是好做，但是整体性这一点上是要怎么去把控呢？能给我们展开说说吗？关于整体性这一点，可能展开的话会有些长，慢慢说，那我们就要从道奇的底层设定说起了。众所周知啊，道奇是由雷神统治的国度。那雷元素的一大象征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事物是闪电，就是一瞬即逝。闪电它往往代表着就是须臾瞬间，可是我们雷神在故事里追求的理念却是永恒。那么发生了什么让雷神的想法从须臾变成了永恒呢？那这种理念变更背后的深意是什么？这些矛盾和碰撞正是我们想要在剧情中去传递给大家的。我们也非常希望呢，就是这种内核上的探讨能够具有比较强的延展性，然后能带动我们玩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去可能获得体验的同时能够有进一步的思索。那么在确立这个雷神追求永恒这么一个大前提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于细节，将矛盾点投入到具体呈现在游戏内，就是游戏表面上的各种剧情和设定当中。我猜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可能会对雷神的行为产生就进一步的联想，就比如说驱动他追求永恒的契机是什么，一定发生了什么让他产生这个想法，那这种追求他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追求，那这个手段是否具有可行性，那雷神在去追求永恒的过程中把这个目标推进到了哪个阶段，这种举动会带来什么影响，然后神的追求与人的追求是否会产生新的矛盾，就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实际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这些思考一旦汇聚到关于各种游戏内的细节的刻画上，就转化成了我们整个孕育出我们整个道奇文化内容的培养土。那么在做各个岛屿的设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这些点去投放有关神明的追求，有关神的眷属，以及有关人民留下的刻痕，然后用这种以小见大，就各个不同的族群以细见整的方式来反向体现雷神追求永恒的这么一个主题。那虽然刚才也提到有不同的岛屿嘛，也有不同的族群，那他们的局部表现是有差异的，但是从整体的视角出发去看的话，整个矛盾是贯穿在他们全局当中的，存在于道奇的每一个部分，因此我们的整体的统一性也就显示出来了。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道奇的这个整体的理念就像这个脉络一样贯穿在整个地区的设计中，但这个细节各有不同，然后从这里面呢能够看出整个道奇各个群体的这个动向与动机啊。是的，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思路构建过程了，具体的设计的话我们会从大概三个入手点去着手，一个是历史的，第二个是人文，第三个是地理。那从历史上来说，也就是道奇地区它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那相信不少玩家朋友也都关注到提瓦特大陆上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的魔神战争。对对对，我们很多故事都是衍生着魔神战争发生的，然后还有包括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悲剧叫凯瑞亚灾变的前后始末。
那很多战争和争斗导致了失去，从失去的这种悲苦之中又催生出了一些执着。嗯，那神的理念与人文精神也多少受到这些重大历史的转折点的影响。嗯，那在创作期间我们也做了不少对现实世界的考据用以参考。嗯，比如说我们参考并化用了一个叫做奉行的制度。嗯，在道期奉行我们基本上可以简单理解成专门负责管理某方面事务的重要人物。嗯，那道期目前有三所最显赫的奉行，他们分别是九条家所带领的天领奉行，嗯，负责管理一些治安和军事，执行演收令。嗯，中家所带领的勘定奉行，他们负责管理一些财政以及海关通行的事务，以及最后第三户就是神里家，神里家所带领的社奉行，他们负责管理神社庆典以及一些文化活动。哦，我刚刚好像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啊。那么我们先继续啊。那这个地理方面又是怎么设计的呢？地理的话呢，首先我们配合美术和设计部门进行一些联调，采取了一个元素对应色的方式嘛，和之前两个区域类似。那我们确定了雷元素的影响色是紫色，紫色。然后在这个紫色的基础上，为之后的设计去打下基础。嗯。然后道期会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其他设计部门和策划部门想要去体现的，就是希望它的生态环境中包含更多的雷元素，嗯，有更多的雷元素采集物和交互去互动。嗯。那这种雷元素充沛的环境，孕育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明度的植被、树木，嗯，以及顺应环境而生的特殊的采集物。嗯。比如说我们蒙德有蒲公英，有风车菊，对，霓月有琉璃百合，有霓裳花，对，道期也有独属于自己、对应自己人文和地理的特色代表物。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明草，一个叫做飞鹰绣球。哦，那通过这种比较好看的植物吧，嗯，然后融入到各种雷元素主题的收集和解密当中。嗯，那雷元素就可以说是我们道期地理设计的一个底盘了。嗯，然后再进一步结合我们之前所说道期的核心历史事件，我们又拓展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就是设计规律的地貌构思和人文景点。嗯，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座和天狗传说有关的山，叫做影像山。哦，然后我们有一个供奉着一棵很大的树，狐狸大树的明神大社。嗯，然后有一个和冶炼刀剑有关的，叫做踏背沙，以及雷神一刀劈开的无想刃侠尖。嗯，就通过这些区域设定，就是从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历史、地理和人文设计衍生而来的。嗯，那么地形和景观也是我们元神的故事的一大载体。嗯，通过与环境结合，我们才能更好的把神与人的故事放到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借着各种场景关卡以及各方面的文本给大家尽量吧，去给大家带来更加立体的游戏体验。嗯，可以挑几个给我们介绍介绍吗？比如明神大社，就我对里面那棵巨大的这个神鹰树啊很好奇。神鹰树的话，它的就是基础的设定来自于一种叫做神离信仰、神木信仰的东西。它象征着雷神对于整个道期全境的庇护。不过这里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的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神鹰它的参考原型并不只有鹰树，而是一种叫做颤阳的植物。颤阳，这个植物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们位于地下的根系是紧密相连的，看起来也许你从外表上看它是一大片树林，嗯，实际上它只是一棵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只是一棵树。比较有意思，其实我们的神鹰也是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嗯，那这种自然存在的特殊生态运用到游戏当中，再配合玩家实际在进行游玩探索的时候的一些体验，然后就会成为比较有特色又有实感的表现。嗯，那既然我们聊到了神鹰树，聊到明神大社，可能就不得不提到两位角色、两位人物，雷电将军和八重神子。对，那他们二位都是我们在道期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我们道期的人文设计内核。对对对，说的我感觉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啊。嗯，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还有跟这个雷电将军关联度比较大的这种地标吗？如果我们暂时不聊那个将军住所天守阁的话，道期有一道地理奇观叫做无想刃侠尖。嗯，我们觉得这个地点就很有代表性，很代表雷电将军。嗯，他的诞生就与雷电将军息息相关。嗯，雷电将军曾在这里对上从海奇岛袭来的一条大蛇。嗯，为了斩杀对手呢，将军挥出雷霆万钧的一刀。嗯，由于威力太过强大，不光大蛇被当场斩断，那整座岛屿也被连着劈成两半。嗯，就如今就是大家到八运岛上还能看到就上面有大蛇的遗骨。嗯，以及岛屿像被刀锋整齐的切开了一样，就分为南北两边。嗯，那这种奇观就是在游戏里实际看到的地理奇观，就是当年就是大战造成的景象。
但大蛇惨败之后呢，他的遗恨还是弥留在这个人间的，催生出了一种叫做碎神的事物。因此稻妻地区呢也衍生出了能够镇压碎神或者利用碎神的一些迹象，那继而诞生出相关联的一些人文历史，比如说和矿业有关的金化骨髓的开采，也就是大蛇相关的一些遗产吧的发掘，可以这样说，以及踏贝沙的这种刀剑生产等等。那设定层面上呢，之所以把大蛇碎神与这种踏贝沙的冶炼相结合，也是源于就神话传说当中就是大蛇与原始的炼铁有关的一些说法。感觉稻妻的设计里埋藏了非常多值得挖掘的线索。是呀，希望玩家们呢能亲自踏上旅途，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去体验这些稻妻的风土人情，进而更加深入提瓦特这个世界，获得更多的真相，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乐趣。那么地区设计思路就先聊到这里吧。那不知道在稻妻的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会有怎样的新角色呢？剑就和茶一样，细细品味才能理解其中风雅。没事做的话，我来给你讲故事吧。据我所知啊，有一位稻妻角色从内测起就有了很高的人气，玩家们一直在关注他的消息啊，甚至还出现一种特别有趣的说法，叫做《原神年度连续剧等神礼》。等神礼终于要迎来初步的完结篇了。哎，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我们的 IP 同学不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像我们刚才所聊到那样，稻妻有三凤形嘛。那大家比较喜爱的这个神里绫华就是摄凤行神里家的大小姐，听起来是位地位很高的人物但从地位上来说是的，但绫华她不全是大家一般认知上的那种大小姐角色，她并不深居简出，而是频繁往来于稻妻的各地各界，与民间的交集很多。她品行高洁，为人谦恭有礼，进退有度，又有一颗善心，会对遭遇困苦的人伸出援手。于是呢就是民众就敬称她白鹿公主。那白鹿公主这个称呼能在稻妻广泛流传，也就是因为民众都对她有一就对她的倾慕吧。白鹿公主啊，这个很优雅的感觉啊。那么结合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善良仁厚的品质啊，那我想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爱她了。那么有种这种高贵又仁慈的感觉，很圣洁。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这样。不过随着我们剧情的推进啊，我们旅行者与绫华交流的越多，或许就能越能认识到绫华可爱的一面。虽然她是摄凤行的大小姐，平时她需要矜持优雅，但作为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她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烦恼，自己的诉求。当然呢，这些部分我们都已经制作完毕了，就等着玩家亲自去体验了。那么主线剧情中有什么可以透露的表现吗？神里绫华将在魔神任务第二章的第一幕中登场，那玩家朋友们将会在神里府上见到他。那么神里府似乎跟之前这种室内场景的风格大有不同啊，不过怎么有屏风啊？没见到我们的绫华大小姐啊？毕竟是摄凤行的大小姐嘛，自有她的一套规矩，这也正是她的神秘所在。
我们想稍微保留一些新鲜感，那具体的这种初见还是大家玩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有更加具体的感受。嗯，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萧公吧，他也是三凤行之一对吧？不是哦，萧公是一家叫做长野园烟花店的店长，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烟花专家。烟花大家都很了解了，我感觉这种事物与道清追求的永恒一词离得很远。是啊，但对萧公而言，烟花的美丽固然短暂，但隐藏在烟花背后的人们的愿望，与之相关联的人们的寄托和情感，这些都是很弥足珍贵的事物。能在烟花消散之后呢，仍旧停留于人们的心中。萧公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作为行家，烟花对他来说既是工作也是爱好，所以说他会倾尽全力的去制作出符合大家愿望的产品。烟花表演的效果也都是由他亲自把握，可以说只有他这样独具匠心又认真负责的人，才能带来就连雷电将军也认可的烟花演出。此外呢，萧公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童心，就像孩子王一样能和孩子们玩在一起。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喜欢聊天的人，他跟道七就各个地方的人相处的都很好。那外显的这个性格活泼热情，其实也是一位内心心思细腻的人啊。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位这种烟花专家也会在我们的这个主线中登场吗？对，萧公在主线中也是我们旅行者非常重要的助力啊，届时他会有比较精彩的表现。那很期待他活跃的身姿啊。那但也是老规矩，我们点到为止啊。那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早佑吧，听说他是一位忍者。对，早佑是隶属于一个叫做中末藩的组织的忍者，那他擅长各种奥妙的忍法，不过经常用这些罕见的技术去偷懒啊。居然是偷懒。对，早佑呢他有一大心病，就是可能大家从外观上也看得出来，他个子很小，小小一只啊。对早佑来说，同龄人都已经长高了，就只有自己还是维持着这种小小的模样，就让他对长高这件事情有了很强的执念。他认为，也不知道是他自己认为呢，还是谁告诉他的，睡眠会帮助长高，所以呢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想出各种方法来躲起来睡觉。久而久之就会变得非常嗜睡，平时看起来也总是很困，怎么都睡不醒的样子。那跟我们这种现代人也挺像的嘛，但我们就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的话，好像就不怎么能会用这个双手剑啊。早佑他能举起比自己还高的双手剑，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神之眼的力量。这种反差感很可爱啊。那说到这里啊，可以再聊聊道七角色创作方面的思路与灵感吗？道七是一个风格化很强的区块，我们也希望角色能让玩家，就我们的玩家觉得新鲜特别又有趣吧。那趣味这个词在道七的角色设计语言中被进一步的强化，成为一个核心魅力点。然后趣味结合我们刚才所聊到的一些道七的人文历史，然后我把它拆解成了三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风雅、俗世和天光，它们就代表了，可以说这三个词代表了我们整个道七角色的一些设计的内核。那具体如何可能就还是要请玩家自己在游戏里面去体验。那么刚才我所聊到的一切设计都是从基础世界观设定出发，我们通过提炼道七的民俗生活细节和一些艺术品的特征，得出一些核心的要素，再将它转化成设计点，将它展开，然后进一步的细化。我们会希望道七角色从身份从职业上保持出一定的属于我们元神自己的特征，同时又区别于现有的就是蒙德里约两个地块，将道七这一地区的文化凝取成结晶投入到角色身上，使这种差异化的结果成为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表现的要素吧。从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三位新角色来看啊，的确是很有特色的。不过我其实还一直惦记着之前提到的这个雷电将军啊，这个不同于这个风神啊炎神，那么道七的雷神似乎是这个城市七职阵中啊第一位与玩家打照面的女性神灵。对，没错，就通过完成魔神任务，玩家们就能与这位雷神有更多可能更细致的接触。在这一次我们即将更新的 2.0 版本魔神任务的第二章第一幕，不动明神恒长乐土和第二幕无念无想泡影断灭都会开放，同时我们的两位新角色神里灵华和萧公的传说任务也一并开放，希望旅行者们会喜欢这几位人物，和他们一起共度一段难忘的时光吧。我个人也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在道七的剧情中和他们见面。对了，
我听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IP 同学啊，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惊喜，那现在是不是到了揭晓的时候了？嗯，就趁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吧，我们想借此机会能正式的为大家稍作展示一下啊，未来会在盗窃魔神任务中邂逅的所有的新角色。哦，首先就是大伟哥非常在意的雷电将军。嗯，从外观上来说，他是一位冷艳凛冽的角色，剧情中呢，他会是整个盗窃的核心关键所在。嗯，这位很强大的神明，他与各位旅行者的碰撞会是我们整个故事刻画的重点。嗯，那雷神所追逐的、所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他究竟为何而战？嗯，这一切的答案呢，就会隐藏在各位玩家这次的旅途之中。嗯嗯，哎，我们看这一位承担角色叫做托马，他是一位比较特别的角色。嗯，他拥有与其他盗窃角色不同的一头金发。嗯，他的身份呢，自然也会有一点点自己的神秘。他是一位从定位上来说，他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一位比较成熟的伙伴。嗯，目前担任着神里家的副手，与神里兄妹都有一定的渊源。嗯。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角色叫做九条沙罗。哦，他是天领奉行的将领。嗯，天领奉行九条家的养女。嗯，他是一位天狗，他拥有像乌鸦一样漆黑的翅膀。哦，即使在这种强者灵力的三奉行当中，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角色。嗯，他忠于雷电将军，也忠于自己的职责，是一位魄力十足的一个将领。嗯，这位看着软乎乎的少女叫做珊瑚宫星海。啊，她虽然外表很柔美，实际上她却是珊瑚宫反抗势力的领袖。哦，她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嗯，脸上她总是带着一副很恬静的笑容呢，实际上她就是谈笑间就把所有的事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一个类型，智将的类型。嗯。哎，这一位就相信大家一眼就会看到他头上的兽耳。啊，很惹眼。对，他名字叫做五郎，他外表虽然是少年，但他却是珊瑚宫势力的大将。啊，在战场上他独当一面，这种越战越勇的这种角色，关键时刻非常值得信赖。嗯，那最后这一位就是在之前的版本前瞻特别节目中就和大家见过面的八重神子。啊，对，他是执掌明神大赦的公司。外表优雅美丽，实际上是一位聪慧狡黠，是一位不能用寻常道理来揣测的女性。嗯，她做事呢有自己的原则和手法，剧情中她也会与旅行者多次见面。嗯，那到那个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展开呢？那还是那句老话，还请玩家自己到游戏当中去体验了。我们那个所有的这个新角色就这样展示了，真的没有问题吗？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玩家社区的讨论。嗯，这次快速展示也只能表达我们制作组对玩家的感谢心情的一小部分。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嗯，我们也时刻记得我们团队的使命，是为我们玩家制作出更好的、更优秀的作品，然后让每一位角色、每一段故事都能更加出色的去呈现在我们玩家的面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玩家吧，嗯，就在盗窃地区呢拥有一段值得铭记的旅途。2.0版本特别节目，我们已经从前面两位同学的分享中了解到了有关盗窃的一些设计思路和地区设定。那么在游戏中，我们又是如何把这些想法通过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制作成大家可以充分探索的场景呢？那么接下来请到的就是我们场景制作团队的美术同学 CC。 旅行者们好，我是负责盗窃地图的 CC。
特别高兴受到大磊哥的邀请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讲解一下稻妻这个新地区的一些场景设计理念。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稻妻的这个场景画面在视觉上给我带来了很强烈的这个震撼。那么 Cici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描述一下稻妻地图的整体美术风格是什么样的呢？在稻妻的整个地图当中，其实我们精心加入了不少的隐藏的设计跟巧思，那可能比较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但总体上来讲，我们这次想要传达给玩家的感受，也许可以用日本作家宇崎润一郎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美不存在于物体当中，而是存在在物体与物体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就宇崎润一郎他所描述的这种使事物隐藏在隐约而模糊的光线之中，从而让想象去增强美感的这种手法，是日本和空间和西方空间设计最不同的地方。如果说西方设计是将事物具细的表达完整，那日本所追求的娴静、悠闲、静谧等词，则是在表达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会一直贯穿在稻妻地图的体验当中，并且会被逐步递进。稻妻是提瓦特七国当中唯一一个完全处于在海洋上的国家，所以稻妻的天气也会区别于蒙德和璃月天朗气清的感觉。稻妻的地形为海上群岛，旅行者置身在每一个岛屿之中时，会感受到眼前的景色随着光影的游走快速的流转变化，仿佛每一眼的景色稍不留意就会被海上的风吹走了。那和我们试图想要在空间和视觉上营造这种明暗交错的光影变化，去传达给玩家这种情绪的东西。同时稻妻它又是一个深受雷元素影响的地区，所以在视觉表现上势必也会具备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在雷元素和海岛这两个大的设定背景下，稻妻的风貌它和生态它都是建立在海岛的地质形态上去做推演的。在这样地图上，我们想让玩家从基础的山石上就能感受到雷元素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且我们还想要制作一些非常特别的并且是有辨识度的结构。于是我们试图从真实的世界的自然奇观里面去汲取灵感。最后呢，我们就将日本的屏风浦悬崖作为了这次设计的锚点。这个有着东方多佛悬崖之称的地方，它有着独特的地质结构，它的纹理都是横向生长的，而且有一些海上的小岛甚至就像是横着插进了水面当中，就非常的不稳定，跟我们想要表达的雷元素对地形的影响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于是循着这个锚点，我们将横纹的语言进行了提炼并且重构，把这些横向的纹理和结构刻画在每一块山石上面，然后在拼接方式上把这些纹理又重新的组合起来，组成了现在的看到的这种交错线条的方案。原来雷元素对地形的影响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吗？感觉真的很新奇哦。是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不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的情况下，让玩家能够有更大的探索的空间去感知雷元素影响下的这些奇特的生态。那后来我们想到，如果把整个岛看成是一个更加立体的上下结构的空间，然后让玩家就通过一些秘密的地方通道找到这些地方，就像千与千寻里面他透过了长长的隧道然后到达了一个异世界，然后像龙猫里面那样通过自家后院的篱笆掉进了龙猫的洞穴，然后这样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在得到了 IP 还有策划同学的鼓励和肯定以后，我们就开始漫长的挖洞之旅。我们把雷元素影响产生了异变的神樱树根系缠绕在鸟居上面，用特殊造型的发着光的紫色灌木去照亮这些黑暗的洞穴。我们想从形态还有颜色上去表现雷元素的奇幻感。那如果你想要一探这些奥秘，你就可以在村子里找到一些钥匙，从村子里枯井跳下去，或者是从海边的礁石钻进去，又或者是从守护之森隐蔽的小洞找到这些暗藏在平凡事物之下的宝藏空间，然后这里到处都会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和地面上那种安静美好的画面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反差。然后稻妻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奇幻色彩的地点，就是神物种的太贝沙。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型的人文历史跟自然风光相结合的地方。刚才 AB 同学也提到了雷电将军跟大蛇战斗了以后，然后他留下的碎神残渣就是被封锁在这个岛上的，然后以残渣为核心的能量，它会将周围的山石整个聚集起来，在画面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中心点，而稻妻最大的演练设施玉女无仙便位于此处了。
然后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能量的视觉表现，我们就将周围的仙女木栈道全部向中间聚拢的方式去跟中间的炉心做了一个呼应跟衔接，然后又把内部的空间晕染成紫色，在环境当中增加了飞沙走石和忽明忽暗的闪电的特效，尽可能的去表现这种危险感跟神秘感。然后这里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大世界的主题任务太杯物语，有着很强的关联。然后就是在没有解锁这个相关的任务之前，这里的外部会笼罩着一个巨大的类似电波纹的能量罩，然后你稍微接近一点点就会感受到内部强烈的能量的涌动。哦，那么说起来场景里面的这些花花草草，它好像也跟之前的地区非常的不一样啊。是的，就是关于稻妻的植被是基于前期雷元素的对应色，我们和 IP 大佬敲定了用紫色系来营造雷元素的影响区域，而没有受到雷元素影响的普通区域呢，我们就保留了吉卜力动画经典的配色，是一种冷调子下的各种绿色的融合，然后淡蓝色的喜灵草和深蓝色的风信子构成了稻妻最基础的生态，它串联着每一片平原跟滩涂，芦苇则是在关口河滩还有山坡上旺盛的生长。即当夏日来临的时候，稻妻的人民就可以坐在樱花盛开的甘津岛上，远远地看着烟火在稻妻城上空绚丽的绽放，然后城里的烟花也会被烟火照得通透无比，倒映在海边的点点花果寄托了我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遐想。从这个 Cici 的描述里啊，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创作者对自己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热爱。不知道这个稻妻这么多美景啊，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处呢？这个还真挺不容易回答的。大伟哥，你刚问我的时候，我其实脑海当中已经有了一些画面了。比如飘渺的薄雾和风吹落的枫树叶，隐艳着离岛的建筑，萧瑟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港口小镇。模糊的光线中，你可以看到有人群在走动、攀谈。平原上的小溪旁边，安静地坐落着几户淳朴的民居。回头望去，鸟居从遮天蔽日的大树当中探出头来。那如果你恰巧发现了草丛中的狸猫，你就可以跟随着它一路拾级而上，穿过一片水汽弥漫的森林，便来到了被飞鹰绣球簇拥着的神里林华的家了。画面感真的好强啊。如果从稻妻的建筑来讲的话，我最喜欢逛的一处就是神里家的府邸了。穿过光线透过的回廊，坐在林华大小姐的茶室中，旅行者们可以透过半敞开的结构看见绿枝掩映的平亭，而远处的稻妻城和天守阁在樱花的簇拥下若隐若现，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在天守的房顶，咫尺画堂，这许多与东方审美相似的地方的描写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那在接下来的版本当中还会有更多具有奇幻色彩的场景，它比如有鲜明的异国特色的，它的地貌更奇的，色彩更梦幻的海奇岛，然后被恒长的雷暴所覆盖的无比壮观的青睐岛，还有常年无人踏足的鹤冠，那里有凋零的枯枝和形似雷鸟羽毛的植被无处不在，以及在稻妻海平面之下最大的地下空间，那里有着更多更奇妙的奇特的风貌的植物等着你去探险。作为场景的创作者，我们也在期待着新的领域、新的区域，将新鲜而有趣的体验带给所有的旅行者们。非常感谢 Cici 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那除了迷人的风景啊，原声的音乐也是旅行的朋友们一直非常关心的部分。在正式进入 2.0 版本之前啊，我们对原声 1.0 版本的音乐做了一次回顾，许多好听的音乐，比如旅行者与公子与惹头龙王交手时的这个战斗音乐，以及出现在足迹我们终将重逢等经典 PV 中的音乐，都将收录在这张全新的专辑珍珠之歌中，一起来看看吧。
当然备受大家关注的 2.0 版本的盗窃地区音乐目前也在有序的制造当中。接下来还是请原神的音乐制作人 Hoyer Mix 团队的陈志毅老师来向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吧。谢谢大伟哥。旅行者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提前分享一些盗窃音乐制作的情况。原神是一款基于开放世界的冒险游戏，在不同风格的区域都需要与之匹配的音乐语言，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吸取音乐元素的灵感。前两次我们邀请到了伦敦爱乐乐团录制了蒙德音乐，邀请到了上海降乐团录制了离乐音乐，这一次我们又邀请到了日本的东京爱乐乐团，携手传统乐器的艺人，同样以录制真人演奏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盗窃地区的音乐。相信 2.0 的盗窃音乐将会带给大家和蒙德音乐、离乐音乐都不同的感受。陈老师，还能给大家透露一点盗窃音乐录制的消息吗？最好的体验方式自然是等到大家进入到盗窃，在游戏场景中亲身去感受音乐。在这里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些盗窃音乐制作的信息。在设计盗窃音乐的时候，除了管弦乐以外，我还加入了一些传统乐器，如尺八、三味线、太鼓，还有日本筝等等。借用了颇具日本特色的人声吟唱的声线。比较特殊的是，受疫情的影响，我们这一次采用了线上实时沟通的方式，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复的打磨，我隔着屏幕和现场的日本音乐家沟通，然后争分夺秒的核对旋律、调整乐器，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最终合作出了双方都满意的效果。希望大家进入到 2.0 版本以后也能喜欢盗窃的音乐。不知道今天制作团队带来的内容分享大家喜欢吗？将我们的制作思路、心得与理念分享给大家，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做的一件事。而作为游戏开发者，这些分享的经历也会激励我们不断创新，追求极致，将更优质的游戏内容呈现给每一位关注、热爱原神的玩家朋友。除了前面几位制作成员已经提到的新版本中的内容，我们 2.0 版本还有非常多的活动玩法与更新，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新版本中也会有着丰富的版本活动，参与这些活动啊，旅行者可以获得包括原石在内的丰厚的游戏道具奖励。特别要提到，在新活动夜锁雷痕中啊，旅行者还可以在收集到足够的活动货币后，邀请到无冕的龙王北斗加入队伍。而备受大家喜爱的机关奇谭也将在盗窃地区有了新的变化，欢迎大家前来挑战。长久以来啊，我们也非常重视玩家朋友的想法，之前有旅行者真向我们反馈希望加入的种植玩法也即将加入我们的成歌湖系统中。在十分疼爱大家的平姥姥的帮助下，大家会获得一个神奇的匣子，帮助我们在大世界采集植物的时候，同时也获得对应植物的种子。在胡林阿元那里啊，旅行者们可以用洞天宝钱购买到成歌湖中的铁母，在铁母中播撒我们所采集到的种子，从而收获多种植物。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受收菜的乐趣。在新的地区也会有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战斗体验的新怪物，比如这些看上去似乎与遗迹守卫有着某种联系的异形机械，其名为遗迹机兵，仿佛是在形态上模仿了某种生物啊，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机能与战斗方式，或许会给旅行者们制造一定的麻烦。来到了盗窃，自然有在装扮上非常能体现盗窃风格的人类势力敌人。这些流浪的五人为了生计与财富自甘堕落，落草为寇，也会时常在盗窃的野外出没。在盗窃探索的途中，大家还会发现愚人众的踪迹，比如这位长颈侍女就是一位极其危险的愚人众成员，她的美丽和优雅让敌人也为之神迷，心甘情愿地坠入她的幻境，旅行者们可要当心。无相家族的新成员无相之火能变换组合成不同形态的遗迹机关横长机关阵列，以及 1.6 版本大家曾经见过的魔偶见鬼都将正式登场，作为大家可以重复挑战的强大的首领怪物，
常住在稻妻地区的固定地点。当然，这些并非稻妻地区所有的新怪物。更多的相关内容，还请大家来到稻妻之后亲自去体验吧。除了新的玩法与活动之外，新角色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起源里。神里家的大小姐神里林华将在2.0版本的第一期活动起源中获得概率 UP， 而萧峰和早佑两位则会出现在第二期的活动起源中。同时，我们也制作了全新的稻妻风格的武器，当旅行者们来到稻妻后，可以通过锻造的方式获取五种类型的新四星武器，而五星单手剑雾切之回光与五星弓飞雷之弦阵也将加入到新版本的武器活动起源中。那么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新的武器起源机制神柱定轨也将在 2.0 版本中实装。当旅行者对期望的五星 UP 武器进行定轨后，在本期武器活动起源中获取非定轨的五星武器时，则可获得命定值。当命定值充满后，下一次在武器活动起源中获得的五星武器即为旅行者所定轨的武器。另外，新的圣遗物与圣遗物秘境同样也会出现在稻妻地区。此次 2.0 版本中将会更新两套圣遗物，追忆之助联与绝缘之奇印，希望新的圣遗物也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帮助大家不断完善角色与队伍的配置，从而自如地应对不同的战斗场合。还需要补充一点，为了改善旅行者们的体验，我们还在合成台中增添了环圣奥迹的新功能。每消耗三个五星圣遗物，旅行者可以获得一个装有一件随机部位的新圣遗物的圣匣，圣匣对应的圣遗物更有四种，旅行者可任选其中一种进行圣匣的制造。那么在最后，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消息，在 2.0 版本更新后， PSN 账号与米哈游账号将实现互通，PS 平台的玩家将可以绑定米哈游账号，有关账号互通的细则我们也将在节目结束后发布详细的说明，还请大家持续关注原神官方账号发布的最新消息。高兴我们今天以这种方式与各位旅行者见面，同时给大家做了内容非常充实的分享。再次感谢原神团队中所有的成员，以及全世界所有关注并支持我们的玩家们，原神因你们而更好。当然，就像我们开服时发布的 PV 足迹中所说的那样，不要就此驻足，稻妻的旅途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团队去开发，等待着旅行者去探索。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玩家一年、五年乃至更久。那么，就让我们在未来的版本中再次相遇吧。